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会看到不明的物体。有一次我跟他去喝茶的时候，不只是我，还有身边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，坐在他前面的是我。然后呢，在往后看的时候呢，对面就是一栋废置的建筑物。建筑物上面呢，其实有一个资深的平台。到时候我们在聊着天，兴高采烈哦，聊得非常的愉快。突然，他叫我们赶快走，因为呢，他感觉到有些东西过来了，所以他叫我们离开，就赶快离开。付了账，我们就走上他的车。结果还没有走到他的车的时候呢，突然间他就整个人很紧绷，很哽咽，很不知所措，然后整个人就跪下来，小小声的告诉我们赶快开他的车门，拿出他的符，然后我们就迅速的开了他的抽屉，赶快拿给他，他就接过手中，他就念念有词。不一会他其实慢慢他就醒来了。当他醒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哦，他讲说在直升机的平台上面坐着的是一个白色的女生，她两眼相对的同时就很迅速的朝往我们喝茶的这个地方飞过来，想要上她的身。想要上她的身呢，因为这位所谓的女鬼她其实有一些诉求要请她帮忙。我们非常的紧张害怕，因为我们真的爱莫能助。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晚上的喝茶时间。他一下巴士的时候，他看到前面滚了一个 helmet， 滚到一个 helmet 在他前面，他脚还不小心踢了他一脚，那个 helmet 就翻过来，他发现 helmet 里面，他不只是个 helmet， 他里面还有一个人头，是一个印度人的人头，双眼跟我妈妈聚焦对上了。